冰糖、辣椒、八角、番茄、胡萝卜，嗯，应该拢有啊。有啊，是吧？啊，哎，过来开播拜拜哦，这物件拢收入来啊。哦，放在桌顶诶，啊，小妹应该切切吃吃诶啊。哦，台湾拢过年啊，差不多呢，要直播啊，拢聊拢传好啊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啊，嘿嘿嘿，我让上黑的盆栽来了。哎，盆栽来啊，要看一道，要看一道。啊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！哦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欢迎家哦。我刚刚有一卡，我记得。好好好，向上盆栽。啊，我问嘛，我注意个看法嘛。这一下。啊，住小丽厨房，飘香十里，嘉德集团敬贺。嘉德集团，太像。啊，我无识识啊。嘉德集团。啊，哥哥，唔忘了啦，伊嘉德集团。你上班啦？哦，我原刚才是一个员工，是安怎用嘉德集团的名送啊？哦，我知啊啦，啊，一定是进前哦，文焕甲文峰哦，诶，抢迄个菜的代志吼，啊，有淡薄无爽快哦。啊，不过哦，搁安怎讲哦，啊嘛是一家伙啊嘛，啊，今日哦，小丽厨房哦，啊，开播直播，伊想要哦表示一下心意。啊，不过哦，歹势落家己的名，啊，唔才用公司的名。你看，人虽然跟你冤家，啊，不过你看，你开播嘛是赶快上位了，要上这金钱树，和你安尼煮菜能赚金钱，你看外好，你去人讲多少？啊，讲真正是文婉，我伫嘉德的路口卖便当，我嘛是卖到有名声，啊，无你开始粉丝上的啊。哇啦，卖公家啦，要开始直播呢，啊，无小等嘞直播，啊啊，把迄盆栽瞧一下，看一下，啊，安尼吼就翕会到，啊，翕吼，啊，嘛算人说多些嘛，啊，对对对，无，对，哎，进来啦，进来要直播啦，各就各位，哦，来转转来转转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好，小弟准备好啊未？好，要开始啊，哦，五四三。嗯，快呀！无咧开始啊，紧来讲话啦！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小丽，诶，欢迎大家看小丽厨房。今仔日是我头一届直播，好，头一届直播，所以较袂晓的所在，啊，大家爱原谅我。啊，今仔日嘛是小丽厨房开幕吼，所以诶，要甲大家介绍。红烧牛腩，我来教大家安怎煮红烧牛腩。咱来看材料哈，今仔日的主角叫做牛腩呐吼，啊，这肉吼，牛肉吼，唔通切伤细块哦，切较大块，因为会揪水吼。啊，咱的材料吼，啊，材料有葱啊啦，有姜啊啦，王文凤，安怎？盖很高啦！今嘛伫现场直播，你要鱼竿安怎啦？啊，我戴鱼竿，我都袂晓煮啊！哎呦，你哦，就疼嘞！葱啊，姜，王文凤，你安怎啦？过来啦！你哪会这么麻烦啊？我这里我想红，我袂晓讲话啦。靠！你知影什么是现场直播不？今嘛几千个人伫看你怎？哦。加等一下哈，我们就要给它煎一煎，啊，给它炒一炒。王文凤，哈，这做安尼啦？袂啦，那网友讲你围裙真好看，那真好真好。啊，你我袂晓煮菜，假啦！那真正是看。啊，紧嘞紧嘞紧嘞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啊，这也差不多啊，红烧牛腩。你还乖乖呢，安尼我人客唔才会来。好，差不多啊哦，停起来，啊倒落去，哦，就棒诶！啊，这水，无无，无滴个啦。水，这是水，这是水，好多水。啊，淹过无？就是今仔日的红烧牛腩，牛腩红烧，爱会记的哦，要前一天订购，要若无你食无哦。
这就是小丽厨房便当，拜拜。刘聪，哦，够笑，你啊，当时啊变低头族啊，不是啊，等下，我现在看看，这你无兴趣啊？干嘛小丽的声？来，我看卖嘞。哦。哦，小丽厨房直播。啊，我叫你上一盘那个金钱树皮，你有无？有啊，拄只够出现呢。小丽小姐，啊，佮特别甲你说多谢。啊，不过伊敢那唔知是你啥。无要紧。啊，这是啥？那遐济人写字啥物？可以认识一下吗？小丽很可爱，这啥物？哎呦，是咧粉丝截图的表情包啦。啊，等下出去，我会替你下载。我都唔是追星族个。但是这济人吼，留下有诶无诶文字哦，这较注意者。我惊吼，这小丽若安尼面对遐人，袂晓应话，真危险。不当诶，我感觉着你上危险诶。来，嘿，啊，规公司都敢若真多含你，啊，甲我讲话安尼不打不亲尔。但是咧，我讲话无大无细。再见。是讲，即马看咱两个不要紧啊！啊，公司的促销活动办了安怎？哦，我拢已经准备好啊。即马哦，全公司的经理拢知影，咱个向阳集团开战严重性。哦，所有经理拢要转来吼。哦，安尼你也传一个较大间的会议室呢？有，我拢准备好啊。啊，遐济人啊，有传啥物东西啊？你放心啦。我随下定小丽便当。